你少放点馅就行。嗯。我感觉这个要少放点馅，你放太多。
哇，这家店好好看啊！我就是刚刚在等你，然后瞎在这条街上逛了逛，然后就看到了他们家。
打算吃一个表面上没有什么的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哇，它里面满满的都是